冬雨，我早起要接你上班，你讲你要看高组长伊妈妈，啊，即马状况安怎？无回音的消息，那有可能会好？警察那边拢无消息啦。我第一是安怎啦？警方讲即马要停止搜索啊！我唔知影要怎甲阿姨讲，我就惊伊气炸袂掉。冬雨，你先卖哭啦。警方歹找，咱家己找啊！我会去找专业的搜救团队，去找高组长。可不真实嘞？当然是真实的啦！你先卖烦恼，我相信一定有好消息。安迪，艾伦。你今日你伫咧哭，敢讲是恁爸爸的状况变得无好啊？是啦，你今日的爸爸治疗效果较慢，所以有淡薄烦恼。李经理，你莫遮尔烦恼啦，若真正有需要，你会当甲医生讨论，看是毋是会当调整用药，莫家己吓惊家己，亲人看病。咱就一定要比亲人更加坚强。多谢你的关心。是讲艾伦，你怎会突然过来啊？我来找你讨论婚礼的细节啦。你看，这几件婚纱哦，拢是五苗婚纱设计师设计。我想要问你，看倒一件较好看？既然副总甲高小姐要讨论婚礼，那呢，我先等你办公室啊。李经理。我敢有哪请你替我看卖嘞？不过我唔是真了解呢。不要紧啊，你着凭直觉看一下，我着当作是意见收集。我感觉设计拢真好啊。不过高小姐较娇小可爱，我是认为卖起这种大蓬裙啦。不过我感觉这种希腊女神款式就真适合你啊，较有高贵，较有气质，家你就适配。李经理，你品味真正足好个呢，你拄仔所讲个意见哦，完全讲到我个心肝内。李经理，你敢有哪甲我斗三工？我想要请你跟我做伙筹备婚礼。艾伦，你今日的工课已经做无用啊，搁要走白烦恼伊爸爸的代志。你爱伊斗三工筹备婚礼，太过为难伊啊啦。是的，是的，是我欠考虑，实在是因为哦，你的品味真正足好诶。我只是想过欢喜，唔才无想遮尼济。李经理，你着好好照顾恁爸爸，你千万莫因为我的新婚就变叫你家己。高小姐，这件代志我确实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啦。不过唔行，我要照顾阮爸。其实，拣婚纱、拣礼品，还有做伙讨论婚礼的细节。会当增加未婚夫妻互相了解的机会啊！啊，做伙准备婚礼，嘛会当有留落来搁较侪回忆。副总，你爱加开一仔时间陪高小姐啦。啊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代志，婚礼嘛是啊。李经理哦，真正是事事行行拢考虑啊足周全嘞，无怪你是安迪的得力助手。奶奶，我先回去办公室，啊，剩的恁做伙讨论。安迪，在结婚之前，还佫有足侪代志爱无闲的，今日你有闲。
我想讲，你陪我做伙来去婚纱店，啊，佮有摄影工作室看卖的。毕竟结婚是一生一次，我想要加看卖才决定。啊，讲到这個，我佮我袂正式去拜访你妈妈，到时阵袂当双手空空过去。你敢会当互我知影，你妈妈佮伊甚物啊？我妈伊甚物都无欠，只要你有心就好啊。安尼哦。我有一个好主意，你等我来。我会使准备这个保养品给你妈妈，让伊更健康。这是啥物啊？我有听过阮阿妈讲过这个产品，阮阿妈已经误会啊，会当生龙活虎，四界去佚佗，伊拢是食这個。伊的姊妹阿爸嘛推荐讲，这速效哦，蹲、走、跑、跳、站，拢会用诶。产品包装是粉红色的，就是这双效 UC2。那恁阮妈真正足需要的呢。阮妈平常时就爱散步、爱爬山，而且过一阵嘛，伊阁要去意大利旅游，出国就是爱四界爬爬走，提升行动力。这真正最适合伊的。那恁我送你妈妈这个产品就对啊。这个原料是使用 UC2 专利成分及草本啤酒花萃取物。双效配方，14天能速效舒适灵活 ，UC2 还能提升灵活度，支持关键5大行动力，还有草本啤酒花萃取物，吃了以后舒适有感。1天2定，进阶保养行动力，速效舒适又灵活。忘不掉，底加气的定片很小，好吞食又速效保养。Super 赞！今日妈妈准备要出国，那呢，我就给准备过来给伊。安迪，我无啥了解，咱两个人拢是离婚阿婆啊，是安怎你？你对我这样说话，还是讲你不喜欢我？我的个性较慢热啦，你莫想太多，现在时间不早，我先去买单。